没成想啊，还是我们外援结合123的新政。这个时候主裁判高峰进吹响了双方上半场开始的哨音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足协杯1/4决赛首回合，北京国安坐镇主场与上海上港的较量。这场比赛呢是两队的首回合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来进行，球迷好像吐槽的比较多，甚至有的用语就不那么讲究、啊、打威尔士那场比赛，而还有呢就是在俱乐部的一些比赛当中也有一些起漂亮的射门，哇，有过这个球没有打而是选择了抓呀，这个有一定难度，事物对于他有很强的一个心理的帮助，所以他哇黄国门将大空门呐，9分51秒破门了，巴坎布在庆祝，说这是我足协杯的第一个进球，一定要庆祝一下。这个情况怎么发生的？这个应该是在中场，索利亚诺往回撤的时候，巴坎布突然反越位、嗯。对，这下感觉第一下是有点像越位。哦，刚才说了，刚才说了。哦，示意越位。单臂上举，示意越位。再看一下巴坎布的位置。这时候贺冠是刹车了，毫厘之间。哦，第一助理裁判，宋祥云啊、已经是小旗高举，因为是里出外进嘛，对吧？一边是齐齐刹车向前，一边是快，哇、漂亮的一端，再打门，啊，球开始进了，晚了4分钟，但国安队还是进球了。贺宇，我觉得这个进球实际上还是水到渠成的感觉。足协杯第一个进球，我先来了。但你看见没有，这是索利亚诺在禁区外端的、这一端非常漂亮。没错，索利亚诺回撤之后，巴坎布把整个一条防线都压住了，还有朴成、两个人站在禁区里面，所有人目光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绿色的球员身上。是啊，然后插上这个比埃拉完全被放空，哎，而且他动作连接的也很好，对，停到打门是非常快而且合理的。但考虑到两回合的性质，其实我倒建议上港此时应该稳扎稳打、漂亮，吴磊，李阳也是刚刚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，哇、漂亮的郭全博，动作非常合理，是出击非常快，就你一犹豫的话，好的，上岗，浩克，有前插的小五，推，啊，又是郭全博的右手，这一下倒地也很利索。漂亮，漂亮！世界波，34分钟，浩克定位球破门，打进角。出现了一个，对，这一下他用错了技术动作，就是他伸左手想，可能一开始判断这个球的高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因为这个球实在太快。球速很快，球速太快。这个球确实没太多办法，也不能够吹毛求疵去。对，这几下全都传死了。是，哇、断球了，朴成断球，禁区内现在有3个点，哦，漂亮的传球，这个贺冠断得漂亮，对，外围这脚远射打得不错，李磊好像调准了准星，大家下意识全都是找一下短传的路线，就没有一个锐利度往前走，这个球啊，索利亚诺禁区外围这是第二次远射，动作非常舒展，哇，有没有进？倒钩再打。这个确实挑的没有越位，直接打，没进。应该没进。对，我们看刚才巴坎布从外边进来这一下，而且还是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。下半场开场呢，国安队攻了5分钟，但这段时间上海上港，比埃拉脚下被断，打门，哎呀，浩克的射门啊，稍微偏了一点点。好的，哦，漂亮，右脚带扣，这边张宇放出，然后左脚衔接很快，直接打门啊，郭全博用二踢脚射门，动作完成的，哇、倒了，这下怎么判？裁判不为所动，国安的球员又围住了主裁判。裁判倒沉得住气啊，应该有，这时候还没做动作，应该有，对，要不然他不会往那儿跑那么深。是是是。哎，示意有点球了。对，再看一下，是的，时刻上慢了。
脚尖先而且没碰到球，对，张稀哲先捅到了皮球。哦，这是技术上的优势。对，他到球前突然减了一下速。是啊，上赛季是你可以想见一下，就是施密特带的15场比赛联赛啊，为什么上下差距那么大？嗯，哦，又一个门框，再打门，哦，今天巴坎布缺乏进球运气啊。是。看巴坎布的跑位啊，球到巴坎布脚下，迅速转身打门，漂亮啊！严俊凌守的也精彩。嗯，李磊他的左脚还是很有威胁的，今天远射有两次，一次好，一次不好。哇、哦，横梁啊，国安队，两个横梁，一个立柱。再看一下，嗯、还是浩克远射，又这脚打得很突然，又是郭全博给打了出去，又是浩克把球拿来了，倒地。没有，没有犯规。浩克在发，这个浩克在申请，这个是禁忌的一个。对，这是球员不能做的动作。对，越位，巴坎布越位。这个时候，主裁判高峰进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。